哒哒，低头哒哒，咔咔，我希望在后面可以快一点点。这样，这样子，往上回来，四拍。One two， dance break 的时候，走这样感觉可以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更 performance 一点，那不适合吗？不是。七，走，次次踏，再一次再一次，站住一点啊，站住一点，鹿晗，再一次，哎呀，是真的烦。这样的行为是让其他的人怎么办？他们说很累，心很累，可能身体也很累。然后这动作，可以 tight 一点点 tight。一，哎，为什么不穿裙子？忘了，再次，没法坐地，再次，我踩裙子了。一共就咱们几个人。从来没骑过，这里不适应这个风格，是吗？咋了？首先你自己心理的建设是很重要的。我自己没有信心，我痛苦。